你有朋友，他算了紫微元辰宫，说改善他的运势。紫微元辰宫，我们听过紫微斗数，也听过元辰宫，然后这个是紫微元辰宫，说也很厉害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以前是公务员。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刚好在去年年初的时候，他一直想着想要自己出来做东西，所以他就把公务员这么稳定的工作辞掉了。去年年初就那个时候不是刚好疫情就是发生吗？我就想说他这个时机感觉也太不对了吧，真的，那就蛮大胆的。然后他就开了一个早餐店，那可能因为是新开的吧，那所以就是那时候名气都还没有很大，我们朋友就会想说，哎，他到底那个早餐店经营的怎么样？然后。后来我就想说，他开始在 FB 上面问人家就是买房子卖房子的事情，我想说糟糕不妙了，可能真的要顶上，不是过得不是很好，要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了，然后要去可能就是要去换小房子或什么的。我想说，对嘛，在这种时机怎么还会自己出来创业，真的是好像有点可怕，这样。然后后来我就看到他 FB PO 的是漂亮的大房子跟那种百万名车，就是那种很多男生看到就觉得很喜欢的那种百万名车，我就想说，哎，他其实感觉过得还不错耶，联络上了，我就问他说，哎，那你那个早餐店后来怎么样？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的故事，他说他那时候开了早餐店之后啊，因为刚开始嘛，没有什么人知道，所以一天只赚几百块，营业额就只有几百块而已，然后就想说这样几百块连房租都不够付，所以后来他就改成营业时间拉长，变成也有营业中午跟下午，就是有那种早午餐啊，还有下午的，然后也开始用外送，就一开始比较有点可以赚钱了，但问题是他赚的钱。但是好累好累，早餐店很早就要起来嘞，然后营业时间又比别人特别长，他不是只有早营业时间，对啊，他就后来他忙了一阵子之后，他的体力真的不堪负荷，他就常跑医院，他就觉得，哎，这样我到底有赚到钱吗？就是那么辛苦赚了一些钱，好不容易有赚了一些钱，但都拿去付医药费、跑医院的感觉。然后后来他的朋友就介绍他去找老师去算那个紫微元辰宫，那紫微元辰宫跟一般的元辰宫不一样哦，因为。元辰宫是元辰宫，但是紫微元辰宫呢，是老师可以帮你到你的元辰宫去看你的紫微主星，对，那个紫微主星呢就可以看到你将来的运势如何。如果不好的话，老师可以帮你就是做一些改变啊，不论是它的格局啊或者什么的，帮你做一些改变，再对应到你原本自己现实生活中的人生，然后来改变比较好的运势，这样。他就想说，好啊，那就找老师试试看，这样。然后结果老师就带他进入到他的紫微元辰宫，然后他说他一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好像是一个现代的那种房子的感觉，但是就是昏昏暗暗的，不是很清楚。然后一进去客厅就有一个钢琴，然后上面摆了一个麦克风，他就想说，好奇怪的场景一个。然后再往旁边再走一点点，就看到展示柜上面有一个将军剑。将军剑，对，将军剑就长这样子，将军剑。对。然后呢？这不是日式的武士刀哦。对，它是将军剑。这是将军剑。对，老师就说，其实这个将军剑呢，就代表着你的那个事业有受到紫微主星的照顾，就是那个能力有紫微主星的能力有发挥到，你将来是蛮有成就的。然后你也适合自己创业。然后我朋友就说，对啊，我自己创业啦，我开了早餐店啊，但为什么还是感觉很辛苦的感觉？然后老师说，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一起来帮你做一些改变。老师就说，因为啊，你走进去的时候不是有看到一个那个钢琴上面有麦克风吗？对对，代表你将来要做的事业呢是比较靠嘴巴的。你就是比如说走演讲啊，或是老师啊，或是那种销售的这种是比较适合的。所以如果你往这方面走的话，可能比较能发挥到你的长处。那像这个将军剑呢，就是你将来你的事业就是有受到就是紫微主星的照顾嘛，比较有能力的发展，所以你可以好好的朝这方面把握住。那你可以就是走比较创意的路线，比如说自己当就是那种行销公司啊，或创意广告公司的那种老板之类的。哦，就方向就越来越明确了哦。对，书房看那个事业宫，然后就带着他走进去的时候呢，就发现哎，他的书房墙壁上面挂了一个很大的算盘，然后算盘的底下有一个木箱子，然后老师就叫他把木箱子打开，
木箱子打开之后，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整个都是暗暗的，然后灰尘很多的感觉，所以他看也不是很清楚，就隐约看到木箱子里面有房气啊、地气的感觉，有房气、地气，然后他就想说，哈，我是这方面的才能，我有这方面的才能吗？我真的可以做这个吗？那老师就说，你这个书房呢，灰灰暗暗的，就是不透光，那我帮你开一扇窗，让阳光可以照进来，你的事业功就会比较好，这样。然后就想说，好吧，好吧，我就照着老师的话去做，因为老师也帮他把那个他的客厅，就是也都打扫干净了，比较干净，比较看得清楚了。他就想说，好，那老师既然都帮我做了一些这些改变了，那我就大胆的来，就是把早餐店看要怎么处理掉。结果没想到，他想要把早餐店顶让出去之前，刚好有一个美食节目就来采访他。那你知道一采访过后，他的那个早餐店生意就整个就改善了，业绩就变好了。所以他在顶让出去的时候，价钱就变得比较好一点点。是。然后呢，也因为他的成就现在已经越来越好，所以他也获得了很多邀约，很多人就邀他去演讲，然后去当讲师，然后分享他一些就是怎么样转行，然后可以变得很好的那种，就果然就是靠嘴巴吃饭，抛头露面，对，然后就觉得好厉害哦，就那个老师预言都很准，然后我就看到他 FB， 哇，名车，然后新房子，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就是让那个老师也帮我去关一下元成功，对，真的。